该上该寂寞是个帮个该记得么子呢？也该搞为南投仁爱乡呀，到处的多多，他们过来也该该给挖了东西，帮帮里面过来不老吧？那几个一路过过来夹起来关系，你的乡关系，那几个该呀，该说大哥归说那么下去呀，那一干过他得了。也该过来把他把他过来，也该过来去挖路，过来去南支，过来去达克兰林，过来去。那该过来去他妈的，过来去他去他妈一个人过来去达克兰台去。那去搞了，那过他帮伊面过来。去过来，该里个多，历史该起来我吃不吃个到啊？是阿来西多多多多蛮过来，阿能过来去呢？咖啡说那嘛，下个嘛爸爸嘞，也该过来打流浪，过来去杀生，过来巴达巴达，也该过来飞里去玩了，过来去，那也该过来打波浪，过来巴拉巴西里，该过来，那过来老人家把路过来说了的，那该那个说那嘛下过来去，老人新年该说，男子先新年过来，他妈的生俺给你打个啦，该该去玩路，过来你们过来，那该过来打个流浪过来，一多利息该给我吃不吃不西，阿来西说他多多么呢，阿能过来西给你。有时候突然间这边没有说下雨，突然间就下，啊，你什么时候这个突然暴涨吼，你不能在那边就可以别太危险了。希望我们外来的游客来到我们纳马夏旅游是非常安全的。我们这里呢有合法的民宿可以让你来住，那我们也欢迎你就近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做一个野炊或是露营。给嘛那些个去玩啦，也给，给嘛把朋友路莫过呢，去打个了关系去玩玩过呢。一家人过来打不乱，西来嘛个，其实是嘛把了不西，给过来打不了乱西，哪里给过来打不个多少，西把心个给嘛把朋友嘛丢过哒。如果在那边乱丢垃圾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才有环境污染啊，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如果说纯粹他在那边，就像你去戏水啊，你去游泳啊，你到河川散步，这些都不用申请。如果有碰到有人在露营啊，在戏水，就是跟他劝离这样子。有接到我们会迅速派员到现场，跟民众劝导、劝离，并说明说水利法或环保的规定。民众大多会配合。该说那嘛下去该故乡，伊该过太阳该，该如果该嘛不能该话，是来家个到达人关系，来该起嘛爸爸，啊来西那乌鲁格鲁格乱是，下娃该去听那那路关系，嘛在发人过来别人过来去，嘛说乌鲁格过来去带见路关系，啊嘛路是大多都嘛那拉嘛丢轱辘，谁也不怕丢轱辘。